殿下，突然之间叫我们来干嘛？是上次的事情要感谢尹公子吗？这种词语只存在你与本王之间。殿下，你这么生气干嘛？顶多下次我就不叫了嘛。这不重要。尹天善，这个贞子是从你的行囊里找到的，这个扇子是从你的房间里找到的，他们两个令牌完美相嵌，怎么解释？ 我的东西，不对，你翻我房间了！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心里要是没鬼，你怕我翻你房间？这不是心里有没有鬼的问题，这是尊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，好吧？隐私？你的隐私居然来藏这些定情信物？什么定情信物？我们，我和他才认识几天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喂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帮我解释一下。 好，我来解释一下，我和林征儿就是夫妻关系。